自己啊，我去开个会。哎，别动！怎么了呀？干嘛一惊一乍的呀？老师是真的去开会了吗？对呀，他刚才不是说去开会吗？我觉得这件事肯定有蹊跷，老师在诈我们。什么意思啊？老师以开会作为借口，他肯定在监控里面偷偷的看我们在干什么，有没有听话。有道理。那我们就好好自习吧。听你啊。干嘛呀？没事没事。你又干嘛？别让老师逮到。哎呀，亚楠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呀？这个角度老是看不到。哎，干嘛，亚楠？吓我一跳！你也吓我一跳了，怎么没有声音啊？上自习呢，你干嘛呢？好好上自习。真爽！哎呀，土豆，你干嘛呢？上自习呢？我找我的书呢。你的动静小一点，都影响到我了。知道了。哎，你孤身走暗巷，亚楠不归的。上自习呢？你唱什么歌呀？你唱的好听还是怎么样啊？好听不好听，我又没让你听，我在释放压力呢。你不归的模样。上自习呢？唱什么歌呀？不许唱了。哎呀，土豆。你发出的动作能不能小一点呀？哎呀，我这声音大吗？怎么不大呀？别发了，小点声啊！什么鬼？亚楠，你就不会安静一点吗？烦死了！知道了。声音比我们还大呢！哎，别说话。妈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在我旁边啊，我打扰到你了。老师，没有。这道题做得很不错啊，你们两个好好跟人家小区学学。这个笑很好笑的。哇，确实很好笑。不看。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我刚来的呀。土豆，课外书没少看呀，笑话写得不错，跟我去办公室吧。